来，你们这，来，多谢。哎，谢，多谢。你两个人这阵来哦？无啦，啊就拄则伫外口拄着的。哦。董事长，啊这乌鱼子哦是阮妈为厝的炸过来，足好食哦，你会当配白酒。 哦，你哪知影我兴趣味啊？我上爱就是啉一寡白酒，配一寡小菜，了解。哎，无啦，是讲啊，即摆吼，唉，误会啊啦，身体啊无啥健康啊，哦，即个啉酒的即个习惯啊，慢慢啊改起来啊。当时就知影家己身体无好，就应该搁较注意一点嘛。是。 是，我知，我知，哦，无应该食的，无应该啉的，我尽量都唔爱去夹。安尼真好啦。哦，我是讲哦，你查某囝伫咧国外，嘛会当放心嘛。对啦，张处长，我拄则才知影，原来珊珊家己的查某囝是高中同学。诶，是。 因两个人算讲是姊妹仔伴嘛，啊哦，诶，我实在即个囡仔过了年啊呢，我顶是快大汉的，所以咧，一届我特别安排伊伫个你个身躯边哦，用你学习，诶，真巧真乖巧，应该值得你啊好好甲栽培，哦。啊，不过我甲珊珊也无足熟个呢，我认为做一个秘书上重要个是哦，家己个定时。 爱伫咧同一个节奏上啊，啊，甲所有公司哦，拢处理甲足圆满的。啊，若是讲着外表啊，整齐整齐就好啊。唔歹为着要去追求甲模特儿同款的身材啊，啊，着去食啥物减肥药啊。嗯，安尼就有可能哦，会影响着公司哦。这个卑鄙小人，竟然趁机会甲阮爸斗，那也无讲你平常时是安怎甲我接话？ 珊珊啊，你是咧食肥药啊？啊？我就无咧，我迄是胃肠药啊，食保持那个肠胃健康的啊。Boss啊，你莫烦恼啦，我绝对唔是迄款的，为着家己的身材去耽误着公司的秘书。 来，小水果。来，小水果。我即阵啊吼，常常听天星咧讲，公司新请的副总偌俊才，啊，少年真哩够足好诶。哦，啊，今仔日看到，真正是一表人才呢。不怪阮天星吼，遐尔看中你。哎，这位应该就是董事长夫人。夫人你好，我是蔡英辉。 你讲你姓蔡？是啊。哦，那恁的名是安怎写哈？敢是英文的英，日头边的辉？是啊，是安尼写啊。就是这名字啦，啊，诶，是不是真有气魄啊？真像这少年人的气质。哈哈哈！确实啊，确实是真好听的名。 偏偏是蔡英辉，应该只是共名共姓，无可能，无可能会遐尔拄好，我也是莫家己吓惊家己。哎，你想哪？你俩因为咧看？啊？哈哈，无啦，我都看见少年人，哦，真正生了足缘投的呢，啊，甲咱珊珊徛做伙，真正就速配啦。 哎，卖讲生笑啊！啊，好啦，恁先坐啦，啊，茶应该泡好啊，我去提过来哈，先坐，先坐。这，好，到达天上来啦，好，当作家己的厝，赶快，家己的厝。嗯嗯。Boss，请用。多谢。
其实哦，我也无伫办公室啦，吼，珊珊啊，你拢伫厝啊，免安尼啦，报数一直叫，吼，我欢喜啊，你伫厝就直接叫伊名，安尼较轻松，吼，叫英辉，去叫啊，叫英辉，江处长，虽然今天你吼是你私人的邀请，啊，不过珊珊毕竟是我的秘书啊，伊来直接叫我的名，伫咧工作伦理上啊，我感觉。有淡仔无适合的，是啦，你讲嘛有理啦吼，啊，这定时甲保安之间的分寸嘛，应该就掉的。珊珊啊，不是爸爸唔肯甲你斗相共吼，你嘛有看，这个少年人真为家己的坚持啊。爸，你卖假博，你查某囝无需要你斗相共，这款青梅阁无白色的。我咋办呢？要回好看。当处长，你是笑啥？我唔知啊，大家拢在笑啊。你是讲这儿子，是妈妈为处理抓来哦？伊是去台北看你。对啊，啊，这几天哦，拢住伫乌遐。啊，恁家是住下港倒位啊？阮家伫咧高雄，啊，不过我细汉时阵哦，是伫咧基丁大汉的。恁家是做啥物头路啊？啊，阮家以前哦是做养殖的，啊，不过阮爸过身了后，阮妈哦就把所有代志拢打起来。投资一间造船厂。安怎？是嘞，我一时无注意到，是嘞。你，敢有要紧啊？较细腻啊。那看起来戆神戆神啊。啊？无啦，无代志啦。大海地壳伤过烧。我其实无注意到去烫着啊，我倒去烫着，我看嘛，无代志啊啦。你紧转去客厅坐咧陪人客啦，哈，紧去啊！伊敢真正是娶家迄个蔡延辉？奈这尔拄好啊！伊应该无甲我引出来吼。拢这尔侪年过去啊，而且我嘛去病院动过手术啊。丁小姐，请问你对家己啥物部分无满意，想要啥物改变？只要会用变水，后者无人介意，爱开我一个钱拢袂要紧。我要改变我的人生，无论爱付出啥物款的代价，我拢一定要嫁予好个人。赵小姐，你较冷静些。你拢已经换一条味道，迄个蔡英辉，伊个目睭搁较来，伊拢无可能会认会出来。就算讲伊感觉我甲伊少年时熟识，迄个阿英有淡薄仔熟识，又搁安怎？我即马拢已经改名，只要我拍死唔信伊，就无人会当逼我。我是吴太太，是天神捧钱的董事长夫人。我已经不是当年迄个遐尼啊卑微、爱看人面相的下骹手人啊！相相对对，会记念你。相逢有缘，对阮两人的祝福。风吹微微，瞬间回忆。